是，因为这次到圣地亚去是这个整个飞机飞行转机大概是超过24个小时。对，我们转了两个地方，然后还包括中间那个转机的时间。那当时要出发之前，我记得你那个时候曾经说就非常期待，觉得好像完成了一个愿望一样。当时的心情，能不能帮我们分享一下？其实能够随着世界展望会去非洲探访，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。是之前有几次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都没有去成。那这一次我觉得非常特别的是，我去的地方正好可以去探访我资助的那个小女孩。我觉得对我而言，这个意义是非常的不同。我相信曾经有很多的代言人去过，但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在那一次去探访他资助的女孩，所以我其实那时候心情是很兴奋，也是很开心的。觉得好像是一个长久一直在梦中、在思念当中的。是因为你去资助儿童，其实你没有想过你有一天会跟他见面。你可能只是看到他的生长记录，看到他每年写给你的卡片，大概就是这样子而已。那之前呢有说过曾经去过非洲，当时是因为去工作嘛，所以没有很长时间的，没有很深入的在当地去生活。那这一次飞了这么久的时间到当地，然后又看到自己的孩子，跟我们大家说一下，就是这一次在非洲上主要我们大概去了哪一些地方，做了些什么。其实这一次是3天，在上边是3天的行程，然后每一天我们基本上都做了3个地点的探访。一开始去他们，我们世界展望会帮他们新建了一个新的教室，然后那一天刚好正是新教室的落成，然后还有包括去看他们找水井，然后包括去看到我自己资助的小女孩，陪她上学，然后陪她去提水，然后还有去看他们的生机发展计划，还有储蓄会。然后最后还有一个补益计划。会长，你们真的是代言人行程塞得满满的哦，很多事情。还好晚上没有电，要不然可能晚上还会有，是不是？